部96年节约能源绩优，节能优良企业奖。中钢公司位在高雄市临海工业区内，为了因应区域能源整合的发展潮流，从1993年起就推展以中钢公司为核心的工业区能源供应网，将区域能源的供需做最有效的整合。所谓区域能源整合，就是将中钢多余的蒸汽或工业气体与邻近工厂分享，减少重复耗用能资源，达成整体温室气体减量。中钢实际上在整个这个能源节约方面呢，不单只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成本上的这考量，也是考虑到整个大气能源的这个观点。另外，在炼焦制程中所产生的热焦炭由火车送回热回收工厂进行热交换，循环气体吸收废热升温后再生产蒸汽和发电，达成节能的目的。